SY215E 电动挖掘机是三一重机电动化倾力打造的一款纯电动中挖。该挖掘机适用于市政工程、基础建设、隧道工程、密闭空间等工况的土方及破碎需求。此款电动挖掘机不仅操控性优异，更是在高效节能、安全可靠、静音环保、续航时长、使用成本、快速充电等方面表现亮眼。操控性优异，采用全电控液压系统，具有精准操控、动作冲击小、复合动作平稳等特点。高效节能，采用 SVPWM 空间矢量脉冲调制技术，根据电池电压平台和工程机械低转速特性，定制开发高效电控，在软件低转速开关频率、低谐波算法等，硬件驱动电路参数、高效率 IGBT 模块，优化电驱动能耗，较传统柴油机常用工作档位效率高 7%。 安全可靠，整机三电技术采用新能源汽车十多年积累的技术成果，犹如绝缘检测、电压检测、电流检测、温度检测、预充保护、充电安全检测、高压护锁、故障智能诊断等汽车级防护措施，实时为用户财产及人身安全保驾护航。静音环保，采用全电动动力系统，不仅实现零排放，更能告别燃油机的噪音困扰，完美匹配隧道作业、市区作业等低噪的使用场景。超高续航，正向开发超大容量锂离子电池，纯电池工作模式，充电 1.5 时，续航6至10时。超低使用成本，使用纯电驱动，每年油电差价及保养成本可为用户使用成本节约 58%， 一年节省16万元。 SY215E 电动挖掘机凭借卓越的性能、正向开发的核心配置以及舒适的驾乘体验，在电动中挖市场闪亮登场，以其优异的表现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。